术，它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，而它不是强调于现实。所以高定呢，并不是为了卖一件衣服而存在，它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像艺术一样的表达一个人、一个创作者对生命的理解、对世界的认知。因为在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，也是中国特殊的一个时期。外婆在那个时候呢，中国人经历了文革，就毁掉了非常多传统的文化、传统的东西。外婆呢，把她当时最漂亮的衣服都烧掉了，然后珠宝呢都沉到了河里边。但是她很怀念，所以晚上有时候睡觉前，她关上灯，就给我讲她年轻时候她的衣服有多么美丽，她能够把花、把蝴蝶绣在衣服上。其实这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虽然我没有见过那些衣服，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呢，它就成为了最美的、最美的。因为我觉得中国呢，它的文化其实就像我的血液一样，它流淌在我的生命里。而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，甚至有更长久的文化的一个民族，所以它滋养我的这些创作，是非常非常丰厚的。所以在我的作品中呢，我也常常会有一些流露，比如关于凤啊、龙啊，关于我们祖先的图腾啊，以及包括关于我们的一些记忆呀。我觉得可以讲刺绣啊，它就是我最爱的，它就是我最擅长的表达。我想绣的花朵能绽放，绣的蝴蝶能飞起来，不重的。我的作品呢，其实都是可以穿的。它的重量呢，是重量都是一个人可以驾驭的。也许我有一些比较重的衣服，比如说，像 Rihanna 的衣服呢，她当时穿那件衣服是比较重的，她有将近二十五公斤。但是是她能驾驭的，所以她是女王。在中国呢，有一句话，应该说在世界，就叫欲戴皇冠必承其重。它会让人看了一场高定秀之后，会汗毛孔立起来，会有心跳，会想掉眼泪。总之呢，它会感动人们的精神。它是艺术啊，艺术带给人们的就是超越现实的这种感受和感动。这种相信一种缘分啊，当你存在，当你有了影响力，其实很多机会都来找你。就像现在，我经常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是这一切呢，我都很期待。幻想呢，会让你在就是精神世界中，其实是你最重要的生命的高度，你会得到很愉悦的感觉，你自己觉得生命很有意义。而你的活着不是只是为了现实中吃什么穿什么，不是每天你，如果你都是为现实活着而去工作去努力的话，你其实会很疲惫。但是当你有了一个理想，有了幻想，你的生命呢会不一样的发光，而且你会影响别人，你会有影响力。昨天的带到今天，把今天的推向明天，你可能会是这样去做，就像艺术。